爸爸。爸爸。要干嘛？球。Soccer。爸爸。是不是？哥哥也有，哥哥有没有？哥有没有 soccer？啊，有。Soccer 有吧？你有吗？那你有。哎。爸爸，姐姐在外面玩。在外面玩呢，你不先吃点东西啦？先吃了。爸爸。嗯。可能要走。跟你说，爸爸。弟弟在外面玩。好啊，你订家具吧。你不打电话订还是？打电话订。啊，sorry，你来，自己来。他想走，他想 car ride 呀。哎呀，这好多虫啊！你看那小腿儿，它被咬了，那么嫩。我进不去了。我跟弟弟在那个外边玩。先吃饭吧。我去吃饭了。要不吃饭太晚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停车停太近了？有人是不是停我们车，离我们车太近了？没有啊。怎么被刮花了？我离很远，有这么远的距离，这是不是早都刮了？是今天刮的，你可能才发现的。